夏季，为了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四大工作室化身四大书院，迎来新年追光游园会。我们这是一个丝竹乐团，可以吹了。乐器表演。不许吃，这口型、啊。有点人工呼吸的意思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演奏级的勋，做梦都不会想到会碰到他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武术闯关赛。在营救金晨小姐之前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救她？她又是谁？啊，是我的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网友，网友，那您是谁？我是翻译。这太狠了！猛哥，猛哥，咱先把他俩的分出来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奥运，你有没有什么要求？你想最想唱的哪句？一壶新酿一身尘灰。那这句也你唱。好吧，你放松一点嘛。一壶清酒一身尘灰。让刘老师教你。你得张开嘴。一身尘灰。这个要收一收，这个要将一将。Oh no！ 大家得融一下，你俩得相互学习一下。三 A。我的天哪！我看完那我都傻，怎么跳？可以。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说笑了。来我的时候，他一直来是这样。我觉得跳舞好难。我觉得这是我看到飞天目前结合的现场感最好的一个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编曲的巧妙，音色的调配，让你们和声的时候每个声音我都能听得见，这个是特别高级。接下来，请亮灯。就是希望我们团队不要再走任何一个人，让我们哥五个团团圆圆的在这个舞台上走到最后。